English student went to a city of Australia to study there. He walked around the city to look for a warm room. One evening, he was walking along a street with a man. (音)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卜陈村。 乡亲们都明白，叶连平老师其实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。利用年轻时候自己在大使馆打工学来的英语，为留守儿童进行免费的英语辅导，在当地传为美谈。退休28年，叶老其实是退而不休，一直坚持在给村里的孩子们义务的上英语课和批改作业。我现在必须得加快速度，用那个动车组的那个方式来开，不然赶不上了。 I would like to be a teacher in the future. (音)好，我给你报一报啊，初中二年级。 是礼拜天上午8点，小学6年级是明天上午8点，也就是礼拜六上午8点，小学4年级礼拜天下午1点钟，不管哪一个班，你得把那个名儿给我，不然我不好准备啊。 就好等于开饭店一样，你来几个人吃饭，我好给你们煮啊。<笑>我6个，乌江的。他不写作业，他爷爷呢？每天就是打麻将，一到吃饭吃过饭，他就到麻将场子了。后来我就报名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讲的。 说要么你父母来家带，要么就在小孩带走，因为他的成绩实在是跟不上了。基本上都报。人家也来了。行了，这些个都是今年才来的，这个不是安徽的，江苏的。他们在那个乌江的桥那边，是属于南京市浦口区的。这个，农村的学校，软件、硬件，都跟不上。 普遍的现象是，各个年级的学生外语薄弱，小学毕业生不认识26个字 ，A B C 不认识。 S I T S。现在写的。Can play the piano very good， 就这么短的一句话，一大堆的毛病，我把它分成语法1。 语法2，语法3。哎，肚子疼吗？还是有什么毛病吗？他哇啦哇啦喊，哎呀 ，help help， 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上课的规矩，你是3个人、8个人，我也怎么上？我叫你声声入耳，倒不是因为我聋啊。你讲课，那你迷迷麻麻的那行。 那个鹦鹉第几人称？第3人称。对，孩子们
老师读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他们都不会。我家丫头说会，我家丫头好开心，就是在叶老师家学的。他们去年期末考试也是，考的东西就是说，说考试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边的学习也用到，因为比他们本身学的要内容要多一点。对，反正每次来看他讲课都很震撼，那么大年龄一站站一两个小时啊，星期六、星期天上下午排都很满。清代附属户数是现在是吗？你这个 right 是这个，这是动词，不需要，不是那么说，你听着啊。Do you go to school？ 拜拜。叶老师，弟弟。啊，哥。看，啥？对的，喂，奥斯曼的。那是什么？奥斯曼。刚开始就是英语成绩一塌糊涂，现在一点往上涨。是，我有一点点。是啊，就他的意思。小，对的，小孔，小星，我什么就跑，跳个马。我只只是一个高中肄业，所以有些媒体以为，他怎么，把我吹这个，不真实。我这点玩意儿都在美国大使馆学的，斯图雷德认识吗？嗯。马歇尔认识吗？嗯。在这个三年多钟的工作当中，口对口的，我把英语学会了。所以我现在叫我写不行，你叫我容易写我不行，说。你一般的话，你打不到我。在家里上课的黑板，快些将近20年，你能把这块布给我用成这样子吗？10年了，他擦黑板快，比那黑板擦得好。羽毛球拍子那个把，老师讲课，你如果没有这个，你这么讲不行，你要这样子讲，来。我也当不了官儿，我也当不了头儿，只能做一个普通老百姓。这不是谦虚，真是。把这个我还要把它收起来，我不给他。当然有骂我的，有骂我的，我知道，在澡堂子骂我，他骂我不是骂我别的，骂我是抢生意，他们就是怀疑你怎么会这么干，啊，工资不高，年龄又大，
这个身体又不好，你还一天到晚干，你还不要钱，是按照人的常规啊，是有点儿讲不通吧。可是对我来说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，任何人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，我说我不奇怪，因为我的阅历造成的。那时候旧社会嘛，独子总是被娇惯的。在山东这八年，我现在是美好的回忆。我还记得我离开天津上轮船的时候，爸爸老早就嘱咐我，无论如何不要说是中国人。他那个刺刀在那儿疼死一个小孩算什么？那我说我怎么回答呢？你应该清楚地回答，满手的干活。中国人都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，这个对于一个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，这个打击有多大？该念书不能念书，这是多大的痛苦啊！那种受侮辱、挨欺压。我爸爸到了上海以后做小生意，卖米差一点给日本鬼子刺刀囊的了。他杀个中国人算什么？那样的社会，我应该说是可怕的，也是令人可恨的。我不会留恋那个社会。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65年来到这儿，我连被褥都没有啊，穷光蛋一个，是我的家乡人救了我。半个多世纪了，我始终忘不了。我们旧的学生就是将来国家的顶梁柱，教育为本。如果教育事业失败了，国家就很难说了。接着我So cold these few days. It is the age of Christ. It is time of Christ. Yao, see you later.痛苦已经用英语说 past tense， 对吧？这么差不多。那您还会经常回忆往事吗？到这个年龄了，不，我没有时间。我妹妹在青岛，88岁了，已经不能出来了。我很想去看看他，现在是工作要摆在第一位。一生开学以后，我正式开始上课了，我是相当相当紧张的。
叶老师好。好。This is for you. You. Now, this is for you. 没，我坐不住。我连上了三次啊。不知道寒假不知道。那他损失了。嗯，那我也一点都不知道。那就给他上四年级。那你这样，你回头在我家吃点饭，下午先跟着这个班坐坐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再说，我妈，不，那你没事。这是手绘。这不是买的，家里面的。我是党员，我不能犯错误，好不好？这个要不要带回去？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把这个带回去，或者能退把它退掉，不能退的留给他喝，好不好？给你喝饭。行，走。这个带走的，下午再带来啊。好。家长，他们的想法是啊，这老头辛辛苦苦的教孩子，怎么怎么样啊，又不要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家长有家长的心。他们后来知道我这个脾气以后，他们改了一个方式，不明着送，暗送。有时候我早晨一开门，门口摆着东西，常常有啊，谁的不知道。我家孙子，小孙子，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，这个是这个华侨大学的。哦，来，厦门的，厉害。他们都曾跟叶老师学习过，都跟叶老师学习过的。我带我家的孙子，记住清明节的时候啊，跑得去我给他请假，他不允许啊。老汉人不行啊，他要上课，韩非他要上课，你他这这一节课他的怎么补啊？你给他补啊？他不行，我脾气坏。学生当中，你什么干部不干部我不管。你是高官的子弟，我也这样；你是教师子女，我也是这样。我把学生看得一视同仁，只要他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同样对待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这是什么啊 ？S H I S 是什么啊？哎，那你妈妈哎。你这个老毛病改不掉，麻烦呢。第三代的学生，从他爷爷教他爸爸，为了，太马虎啊。没带伞吧？在哪呢？教育工作，你如果不喜欢他，你干不好。我敢说这话，你干不好。你光为了那几个公司干，那就糟了。我太爱这个工作，拿了四个黑板擦子，我节约下来的，就是公家发的我的黑板擦，我没用完，新的四个黑板擦子。一本汉语词典，一本新华字典，还有一些学校借的书，我规规矩矩的带一堆黑板擦子送到教导处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痛哭流涕。我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都很难受。我舍不得离开。摸着没？啊，是，这边是有一个坑比较明显，两个窟窿。这就是在南京八一医院抢救我这个脑溢血，打了两个洞啊。那么打了以后是无所谓，就是看那个
挂着肩膀上，那个血哗哗就往下流。今天给我出院，我出院；今天不给我出院，我从八层楼我跳下去。我住在813，我那个床啊，正好是八楼的，挨窗户，813。很长时间，就星期日的时候还是来帮我们补课，坐在那个板子上给咱们上课，很艰难的说话，基本都哭了。叶老师跟看样子像个普通人，就感觉精神就感觉高高在上的。这么大年纪了还为孩子给力啊，还教育孩子，真的了不起。马先生还让我活几天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迷信，但是我也不悲观，就是说这是个生理现实啊，能不能还活十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，不敢讲。这个你进这个青年的奖学金，这是了不起。我看你看到浙江大学、武汉大学，这是好大学啊，这名牌啊。现在怎么搞？我这些学生啊，他出来他净考师范，一个武汉的，一个芜湖的，还有一个东北的。哦，我说你们怎么总挨这玩意儿？怎么搞？在中央台做节目啊，前年那个老人节做完了，主持人说：“杨老师，您什么愿望？”我有啊，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多活20年，多活20年成妖怪了。不说了，别说别说。哎呀，丈夫他没做，他一个字儿不写，没做啊。没做，他是肯定是不会。我要考虑他们考高中。对对。将来考高中有提携，考大学更不要讲了。对。你别跑问。对，我当着你爸爸保证，你问我你半边我不着急。对，你要不问，那我没办法。你不问，你不懂，哎、那是你不懂装懂，哎、那就不懂不行的，一定要问。谢了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妈真是。我不备课，我不上课，我都备好了，明天的课我都备好了，不备课我不能上。不服老不行啊。往往是啊，我
年多了。不累啊？要说不累，那是说谎话，不可能啊。不要说是老头儿，就这个年轻的也够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活没人干，没有接班人呢，接不了。你说上午到下午，恐怕挖了四五个小时。明天又是呢，啊，你们可能想过了礼拜天我们再来，不行了，礼拜一我头打开了都要改作业了。天王老子来我都不接了。这两个班作业得多半天了。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就争取让那个最后一口气迟一点来，啊，你看看多干一点。说个迷信的话，我说我下一辈子还当老师，我情愿还做老师。老师的工作，它是珍贵的。